这个就是我那旅店了 ，B-movie。这个门一推就进来，哎，刚才呀找了一家饭店，花了35波兰元，大概就是60块钱人民币吧。然后呢，这个吃的挺饱。他那有一个饺子不错，这我这边这么黑呢，这个好黑呀，我这个像素不行。然后他那个饺子不错啊，那个不知道是什么馅儿，那个汤好像是蓝莓的。然后呢，有一个猪肉馅的馅饼也挺好吃的，但是点多了，它那都是大份儿的，吃起来就非常麻烦。然后呢，就是有点撑了。今天总的来说呢，就是还不错，挺好。哎呀，就是有点累。现在是6点多，上楼休息了。现在天已经全黑了，你看我身后的这个地方。虽然说像素低一点，但是确实很黑。这是我的旅店的这个门，涂的还是粉色的漆。这个地方给摁一下才能响，摁那个一。A hotel. A hotel. We have reservations. Yeah.